大家好，我是2022年保協傑出財務策劃師大獎金像得主萬通保險的 Frankie 葉子輝。當初我由我的好拍檔 Anthony 和我團隊總監 Matthew 身上了解到財務策劃工作不單止是銷售，更加可以助人自助，成就夢想。我深深體會到用心服務客戶，幫助他們做好規劃，能夠幫助到他們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。就是這份使命啟發了我，決定由做保險公司賠償部的後勤工作，成為擔任前線的財策顧問。萬通保險是一間敢於創新的保險理財機構，在市場上推出了不少很有特色的計劃，當中萬用壽險和終身年金更加是又靈活又有彈性。今次的參賽個案是我在一次吃宵夜期間偶然認識的小食店老闆，很高興現在和這位叔叔的關係就好像一家人那麼親密。這位叔叔是家庭和店鋪的支柱，隨著年紀增長他都開始考慮退休，想抽出更多的時間陪伴他的家人。最終我為他度身訂造了一個可以帶來穩定收入的退休規劃方案。作為財務策劃顧問，我一直堅信理財金字塔的理念，我認為做好風險管理是整個財務策劃的重中之重，之後先再考慮資產保本和增值，才可以真正保障到客人。這個是我和每一位客戶建立關係和信任的理念。得到這個獎項，我要多謝很多人。團隊 Kingdom Vision 令我明白到財務策劃服務能夠幫到自己幫到人，除了自己可以見識更多認識更多朋友之外，最重要是保障到不同家庭的經濟需要。多謝萬通保險培訓部同事對我的支援，團隊對我的鼓勵和啟發，還有每一位信任我的客戶，你們每一位都是繼續推動我繼續向前的動力。我也要感恩自己選擇接受挑戰，持續學習專業知識，令到自己今次可以獲得金獎。踏出第一步從來不容易，持續挑戰自己才更可能取得成功。在2023年保協傑出財務策劃師大賽，希望可以認識到你。